那我现在在找宝箱。哦呦，我找到两个了。哦，他丢出去的三叉戟吃到鱼了。耶、yeah, ，藏宝图。谁受伤了？我啊。他在让我受伤。哎、欸，他在那边一直射，一直射，会不会把耐久度耗掉？从哪一把的耗耐久度吗？对啊，不会，那把是、啊、等下好了，射一射，他手突然就楼上在出来，有看到那个石屁还在射我。拿掠夺剑砍他，掉的几率会到10%哦，11.5吧。加油，多一点的。哦不，没掉。白目，心呐、啊。哎、欸，我以为那只是船，原来是乌龟。哼，布罗，这个是我的船。应该是被射掉了啦。我的被射掉了，我的停在船上哎、欸。哦，你的是这，我手上这个。看你啊，你要黑的还是比较白的？我有一个很黑的跟一个很白的。这个黑的。好啦，附近看没有。那你要先去找那个吗？你的藏宝地。哦，对，可以先找这个。哎，蛮近的，往 S 走就好，走吧。鹦鹉螺哎，等一下，你先去找，我们都发现城市了。我们要，哦，好多，两只城市。找不到，哎呦喂，我头上哦，没有哎，是吧？有吗？你先找吧，没有，没有，人真的盖出那个，我只是晚点不用睡了，我们来盖吧。不要啦，明天再来盖好吗？好吧，今天想要早点睡。这不是、欸、最近好怎么说？这不是最近的你。嗯都没有，没有，走了走。等我想当船长啊。可是，一直往 S 走就要上陆地打怪了。等白天吗？月亮亮。我现在也不用了，就直直走好了。好，哇，我们走了1500多格了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我已经包包已经满了，傻眼。这边竟然有海豚。对，走吧，走到有海为止。哇、哦，好可怕哦！不要！没爆，没爆。不是啦，那他追你在你后面爆，我们追在你后面。没有，他是追鱼竿。哇！哦。哎、啊！洞有变大，不洞有变大，对不起，圈有变大。哎、欸，我上来就好了。水底漫步，很棒。哎呦，洞有变大哦，不然圈有变大。往这个方向，我这里。朝着日出的方向。追日啊！看来是水海啊！好高、哦，村庄哎，这里、欸、对耶，等一下啊、哦，把垃圾都丢一丢，要搭一下船。好的，怎么放？哎呦呦，来吧，建成正没？那我去做鱼竿那操。哎、欸，这。在这吧，在水里啊，没关系啦，有清水性的，不怕不怕。这里啊，在我船下面。好，开挖。他又开始在那边抖抖抖了。哇，好斜的地方哦。斜的意思？随便一挖就到石头了。就是。就不会是石头，都是沙子。对。啊，就是你沙子挖完没有，就没，就不用再往下了。
哦，它只会被铲子能破坏的东西盖住。什么呢？呼吸一下。有看到那个把自己当成陆龟的海龟吗？他在铁巨人塔附近，他已经不知道家在哪里了。我听起来超难过的，就是在想是胡子把人家家给挖爆了。在这附近，温水无，奈无，奈无。它的叉叉是在这个下面，没有到那么那边的样子。会在沙粒里面哦、喔。会啊。会在沙粒里面。砾石。哎、欸，感觉有点太深了哎、欸。在砾石里面吗？它其实是在这个地方哎、欸。他要挖吗？不可能啊！还有铁五，感谢几点？有需要挖吗？我是没挖过啊，可是一直没看到，觉得不太合理啊。他就在这里 ，right here。哎、欸，这里啦，好了好啦，真的是哦哦哦，来来，请开箱，开箱，哦、oh, ，有两个海灵晶体，哎、欸，不错啊，我包包满了，换人，那就我来，哎、欸欸，我包包，你把中介箱放出来，中介箱，我中介箱爆的、哦，啊，我的门，里面都是红石，我的门去哪了？这里，中介箱旁边有门，边这边，对对对。把我的门拿起来，我要去旁边把那些刚才挖到的土都丢掉。门呢？下面。有了。来把垃圾丢进去。海洋之心，哎、欸，有 TNT 哎、欸。对呀、啊。太棒。藏宝空白地图。胡萝卜，纸。然后怎么听到城市的声音？城市哎，来了，来了。有吗？对，好像没有。哦。骨肉。说城市的声音都是没有。中间箱没办法整理，好好好烦呐、啊。好了。好。现在没有了吧？身上其他。都是垃圾。好了，去下村庄烧垃圾哈、啊。没气了，没气了，没气了。哇！我铁匠不烧垃圾、啊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我哦，想说我中介箱怎么一敲掉就不见了？原来浮得这么快。哼，很轻。所以我们铁匠铺，烧东西。哎、欸，你已经到村民去村庄去了。对啊，我烧了圾。我也要烧了圾。为什么要烧的？为什么不用扔的？扔的不舒服。啊、哦，这里，对对对，这一栋箱子还没开，看什么？哦、然后我用我平常爱用的那个版本，用这个模组，不，用这个材质包，
那个神职人员脸是紫色的。脸是什么？紫色的。紫色的。对，整个发青。哇。他的箱子里有什么？哇，有十二个黑曜石，为什么？哇，会啊，会有，会有，会有。拿走。好棒哦。哇，帮我中间箱放一下。好的。让你做一个新的中间箱。嗯，我里面垃圾超多的，我纸跟书就不要了。沉思，我知道啊，我们要在家里附近的河川盖沉思的神怪塔，一直没动工而已。我有安咧，那个里面有一个安。哎呦。我可以觉得它生态可以多一只螃蟹，真的？哇，我身上木头太多，你们有需要木头吗？扔了，扔了，不用。好，扔了。你们要烧东西的话，即使我的中间箱里面有熔岩桶、欸，等一下吧。苹果、欸，不要丢好了。这一趟应该不会用到幸运稿吧？不会。好了。对，好像用活塞推比较好。有一个、欸，收起来了。门是谁的？灯。门是我的、欸，为什么会掉？刚敲掉，然后浮起来，没发现。好了。好，出海吗？对，快到了，都快到了、啊，脸变大了。蓝星，你要打啥？要打啥？我还没忘了做斧头打木那个。我有带斧头啊。走吧。哦。可能会突然停下来看一下地图。哎呦，变大了，很大很大。好耶、欸！终于。沉思。哎、欸，你是走另外一边？这里呀、啊。脚下有沉思。脚下吗？对，小地图有。哦，真的耶。下去。打一下。我在这里。没有拿垃圾。哎、欸，哎、欸。其实我鹦鹉螺壳不缺啊，他们钓到一大堆都扔掉了，超多的啊。这边的是不是都被我挖过了？看起来超残破的。这个船吗？这船是另外一艘哎、欸，不是船，敌机。没有吧？这边1000多个哎、欸。你上次有探到那么远吗？对啊。1600、1800哎、欸，嗯，你看没有，找到熔岩砖，但是这边没有箱子。你可以拿生鱼喂海豚，会怎样？它会带你来挖宝藏。我没有带生鱼。那路边这么多，附近很多鱼，你挥一刀就有了。哎、欸，只有这一颗乙基哦。哎、欸，嘿，有生鱼了，大海豚了。估计都没有海豚。有狐狸跟熊猫啊？啊，海底有狐狸跟熊猫？没有啦，下一个版本。哦哦。而且，看那个有猪，它做硬架会更好。哦，还真的是硬架。哦，沉思群，哪里？哦，有哎，前方哦，好多好多鱼竿，快来！好好，我看到了。哦，超多哎，开始喽！底下应该有那个
那个什么东西？甘愿楼。哦，有，果然有。哎呦啦，这怎么又是射我这边啊？你先把杂鱼先杀完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吃到小香吃了，他们要互咬了。我看到他了。他互咬了。加油！有卖吗？没有。法克。我上次就是在这种一群的里面打到的。我要去下面挖宝藏了。好啊。哎呀。哎、欸，这里还有哎、欸。哎、欸、咻！怕不？怕不？怕不？底下的遗迹还蛮大一个的、啊，真的。嗯，这个没有保障。哦有哎、欸，要挖好多个、啊。哦嗨。哇，都是辣，都是辣 J 呀、啊。哎呀，我直接不挖。不是啊，辣 J， 你可以把辣 J 丢进去啊。嗯，有道理。熔岩砖要挖走吗？看到就可以挖。哎、嗯欸，现在有一个海灵石哎、欸，啊，等一下就你会看到一大堆了。那边我这边也有海灵石。那边才是他大本营、欸。海灵石不是要挖一下？等一下就有的挖了，不用怕。因为那个海灵石要启动超永核心要用。金黄金头盔，我已经拿走了。我要把我身上垃圾丢进去，让之后不知情的人来这边，然后看到哇，好大一片，然后下来挖，发现都是一些垃圾。我觉得不会有人，除了我们，有人来这边了。哎、欸，会啦，如果要来，欸、现在还有一个箱子的话。哇，更多的辣 J 啊，煤炭带走。哇，你拿钓竿呢、欸，还不吃？还有吗？还有一间。哦，藏宝图。又是藏宝图。好像是不一样的哦。有，别卖哦。那这个灯我拿走了哦。请拿。等一下，那之前呢？呼个吸，好危险啊！都是垃圾，没事了。在船上吃车轮饼。哒哒！哇，怎么那个海面上浮了这么大一堆东西啊？我们就是制造垃圾的元凶。Hello， 我们在水里制造一堆垃圾。好。猫咪睡觉睡到一半开始痉挛，是不是还在做梦？嗯。嗯。我、哦、好喜欢听那个三叉戟着地的声音。当。嗯。有没有？像敲钟。有没有一只？